也是这个就是常规赛里啊，就应该说是，有一些改变哈，有一些改变，他就是没有，因为以往都是那个弗洛曼在前面，所以今天呢就是把弗洛曼拿下来，就是让那个孙哲首发。今天双方都是首发的这个外援呢，都是小外援啊，昆西杜比和这个。 约什首发，许国忠外线三分球出手不中啊。对，但是其实孙哲已经就是说进步比较快了呀。从那个联赛开始，那个每场比赛才能打几分钟，就是说到现在他一般每场比赛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了。可以看看今天孙哲能不能够成为一支奇兵。好，一开始的对位，对，打把是侧应了一下，是把球转移出来给昆西杜比外线三分球命中。对。 看起来就是说，除了孙哲防守以外啊，就是，应该是马可波罗还会采取，就是说，夹击巴特这个方式。嗯。这个球好的，漂亮。虽然说第一下没有拿好，但是马上调整把这球拿住之后呢，孙哲射到篮筐另外一侧。 而这个球呢，很巧妙的打板进去了，这也是孙哲的进步。昆西杜比又是外线投三分，现在约什的防所啊，防守收的比较小。嗯，也没想着他一开场就会外线连续投。因为那个杜比的那个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他还是就是说对上去防守还是有所顾虑。 对，好球，就是，哎，好球也来一个。对，就看起来就是说，秋彪今天还是手感不错哈，上去投篮第一次投篮就命中，又投三分了。对，今天马可波罗的防守也是和以往不同哈，应该说就是说守的不是很大，他这个赛季以来啊，一般都是采用就是全场领防半场扩大。那么我想，这个呢，可能考虑到对方的内线。是。 大巴心里也是拼命的防出来，好球，对，哎呦，刚才哎，自投自抢，好球，哎，这球应该，没有吹大巴犯规，而现在这样的一个对位啊，我觉得就是孙哲对大巴这一点的话，可能大巴会占优，但是呢，买五篮防守张凯，对，我觉得张凯能占优，是。 因为毕竟买五篮呢，他这个弹跳、身高、移动，移动都不如张凯。是，可能这个买五篮的横向力量可能好一点，但是呢，张凯呢是属于打的比较巧的类型的球员。对，而且活动范围比较大呀，他的攻击区可以拉到三分线。那张凯第一罚没有罚中。 你明显能感觉到今天这场球啊，由于是中冠马可波罗和新疆排名榜首和排名第二的球队之间的这个对碰，今天这个球的严谨度，就比之前的要更严谨。是，现在马可波罗变了防守了，就是边上呢换了联防，对，换了联防区域防守。好球，好球，对，鼠标这个球早就看好了，对，对方这个大范围横向传球啊，因为今天他们对这场比赛的准备啊，应该说还是很充分的哈，就是在防啊。 不到2分钟以后就开始变了防守，明显比打北京充分。对，就现在那个马可波罗现在对每一场球啊，应该说后面的比赛都要非常谨慎。当然，如果说今天这场球新疆队能够外线能够打开的话，可能就能够有效的破东莞马可波罗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防守。今天防的呢还是偏重于内线。内线对。 大巴，对，孙哲干扰一干扰，对，你要是干扰大巴的话呢，大巴这个投篮呢肯定不会那么准。是。而且现在大巴呢，如果你说他真是拉到三分线外的话，基本上就是要不就投三分，要么呢就传球，就是你要是他。
凸起来的话，这种不会太多。它的移动速度并不是很快。哎呦，这个被昆西杜比绕前防守断了下来。这球传的有点大意。这球张凯没动啊。对，就这球我觉得就是吹的还是就是有点过哈，就是这球张凯是，对，张凯是没动也没下压，是这裁判吹的有点紧了。其实两个队在上一轮比赛里头都打得不太好哈，新疆对佛山是通过加时赛才赢的，那个东莞马可波罗输给北京，所以这场比赛两个队应该说从准备上来讲都会更加充分一些。嗯，其实我觉得前面两场比赛呢，可能大家都有点就是可能或多或少吧，就是注意力放在了这场上面。是。就包括新疆打佛山，可能也没太注意，就是把这两球拿下来就行了。对。但是呢，有些大意。而东莞马可波罗肯定想着是榜首之争，也当然也不是，这个榜首肯定是没悬念啊。但是就是第二和第一的这个争夺嘛。对。可能打北京的时候呢，就注意力不够。是。而杜比突破，再分出来，外线三分球被干扰了。篮板好球。嗯。在今天这个防守啊，东莞马可波罗。就是有点很强、啊、对，有点像赛季之初的那个防守，上场打北京几乎没有防守，又没防守又没进攻。啊，这边看到新疆队的替补席还有一个疯子坐在下面，这边约什外线三分球命中。其实这个赛季新疆队这个实力的提升啊，除了外援，还有一句就是张信鹏的到来。哦，张疯子。这个球也是邱彪把球断下来之后，好球，漂亮啊！嗯，邱彪这个球打得很硬朗。对，就是虽然是杜比防他，他还是打得很坚决。你们看，把自己先拔到空中，用左手投来。这个昆西杜比防的话呢，杜比呢这个身高就不够了，体重不够，然后买五篮呢补过来呢又慢。抓住这次机会，东莞马可波罗今天在开局是打了一个13-7，领先六分，这样让新疆队起球在先。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我感觉现在东莞马可波罗之所以比分方面能够领先，是在于今天到现在为止自己的防守对比较有效果。其实那个科尔教练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防守啊，是是他的特长，因为他是从那个澳洲那个来中国的，就是澳大利亚的那个防强啊，应该说无论是蓝队还是绿队，在世界上都是应该说都是比较先进啊，比较做得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他今年给这个赛给那个马可波罗在这个赛季里头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防守能力加强，防守变化多了。所以他在从今天第一节比赛来看，就前面虽然打了才几分钟，他的防守很快啊，就是针对性很强。一开始呢就是说是一个缩小盯人，就对方投了两个三分以后，马上他就变成区域防守了，变成联防了。而且新疆队呢，到目前为止就是巴特在对位孙哲这一点方面，他没有体现出优势。对，他的进攻啊，就是说，在还是在集中，就是从开局到现在啊，还是集中在外线，并没有打到内线、还是联防。对，还是投篮。对，你只要投不中的话，那我联防的话，那个篮板球的把握就会较大。是。刚才提出来策应一下。确实钻进去了，好球，对，连续过了好几个，可是没有进了。
就是从右侧运到中间，中间再拖到里面。应该说那个新疆的防守不够严。就是从目前来看，新疆队对于这场比赛的防守方面的准备不如东莞马可波罗做得好。因为马可波罗上一场打得太臭了，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对于这场比赛，尤其又是对新疆啊，再一个就是跟他们的排名啊，就是说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们必须会重视。好，比如说我们看到，他是从站位是站的是像131，但是呢球一落边马上就变成23了。对，应该是张三丰换上了。哎呦，这个篮下洛里买五篮。这个空接进去没有人管，出现了一个漏洞。马可波罗的那个进攻啊，还是不断的掩护哈，不断的跑动。进攻犯规吗？无球队员邱彪。对，他在篮下抢位的时候，就是没有看到哈，是不是有一个动作？那是吹了邱彪在要位的时候有手上有肢体动作。一个全场的一个领防。领防对，还是。延缓你过半场的时间。现在已经又改变了防守，你看。现在又是变成半场盯人。对，变得非常快。不比朱佑再分外线。你看，防的还不是很大，就是这一次。徐国春毕竟是投手啊。对。还是利用跑动掩护。新疆队呢错的也较大。哎呀，篮板。好球。这是谁犯规？这应该是布比。应该有动作。这是在抢球的时候、对，抢篮板的时候。就是冲抢的人啊，就是应该做得非常好。现在把孙哲换下，把这个小将孙同林换上来，就是轮流小几个小将，看来今天是轮流来对付大巴，对付大巴哈。就是现在各支球队有比较优秀的年轻球员的时候的一种办法。是。